随时随地都可以，每天都可以更新、嗯、因为我们的量很少、嗯、我们写我们的书量都只有一本到两本左右、嗯、除非是我们有做读书会啊、嗯、然后我们会大批量的进一些为那个读书会上的销售做准备，嗯，那个也是出版社要求嘛、嗯、也是作者对作者也是个尊重嘛、嗯、他如果在做读书会的时候、嗯、书卖得好的话他也开心、嗯、我们也开心。